我们家今天晚上要去露营，所以今天是夜冲哦。离上次露营的时间好像也有两三个月有哦，还蛮久的。东西我已经先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其他的就等余大回来的时候再看有什么还要再拿下来的。我们要出门咯。等你等超久的，大概五分，你不会说五分，我们三点半就到了。对啊，我们三点半就在门口，妹妹都已经睡着了。
跟他讲拜拜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你要等我。你不要喷我哦！